是在整个选举的过程当中，我跟主席说，我说我们彼此的参选人好像有点熟识，可是又不熟悉，我们都没有时间能够聚在一起，好好交心，好好的熟悉对方的想法跟理念。虽然我们相信我们所有的理念想法应该是一致的，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机会。所以跟主席讲说，我们是不是5个人可以有荒岛求生记哈？就是我们5个人可以去一个地方，到金门也可以谈谈两岸和平的问题，到绿岛也可以谈谈核废料、环保跟未来绿色能源的问题，也可以到龟山岛去，到那里可以独处，也可以去有一些团结求生。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生存，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团结。我们5位候选人应该是兄弟齐心，其利断金。如果以我们现在这样，大家有一点熟悉，又不熟识，彼此之间又没有很多交心、交流、交谈的机会，我会觉得非常可惜。那如果郭董讲说我的飞机借给大家在天上飞一飞，谈到大家都有共识以后再降落，我觉得也不错哈。